的美女主播，我们错了，以后再也不坑你们了。啊！拔个桃树敬魂宴，一个比一个菜，让小丑一抓一个准，以后再也不跟你们玩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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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位师兄们，我们没有当搭子了。哎呀，不就是一个桃树敬魂宴吗？对呀，玩不好又能怎么样？大不了咱们不玩了。没错，可是兄弟们，我依然感觉很生气。哎，对呀，咱们必须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才行。可是咱们该去哪儿呢？嗯，我来。我知道你们想想问题的根本出现在哪里。就是因为我们玩逃出镜魂宴太菜了，老是被小丑抓到。没错，如果你们要是去把小丑的马戏团拆光的话，哎，这样惩罚一下那个臭小丑，他以后肯定就不敢抓我们了。必须的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咱们要不要去？那还等啥？直接出发！嘿嘿，咱们拆家。What？ 到了到了，这里就是小丑的马戏团，给你们的香芋，拿着，总之记住一句话，能看见的全给他拆了。收到。嘿嘿，我第一个要拆的就是爆米花机，老抓我不说，抓到之后还要给我崩天上去，真是越看越生气。瞧瞧，打回来还奖励咱们好多五分豆，吃掉吃掉。哎呀，心情瞬间变好了。救我呀，辉哥！哎呦我的，小丑好像发现我们了。你干嘛？我就问你，你在干嘛？想阻止我们拆你的马戏团是吧？我有弹板，直接弹飞你。去世！哎呦啊，这怎么被抓了？辉哥别怕，我来救你。Thank you， 浪哥，咱们继续努力，一定要拆光马戏团。路边的柱子我拆。木桶我拆，用88积分升一下咸鱼，这样拆得更快。我是快乐拆家蛋，全部拆拆拆。好家伙，这么多五分豆，绝对吃过瘾。再升级一下咸鱼，这不拆得更爽了吗？爽！救我！谁来救救我？放心吧，浪哥，让我来。走走走，我卡兄弟还在被小丑追着呢，咱们快拆建筑，升级武器解救他。完美，黄金咸鱼到手，瞧瞧这个伤害，两下就能拆掉爆米花机。辉哥，我把头发给你拧来了。好家伙，瓦卡你可真是我亲兄弟呀。没关系，让我跟小丑绕一绕，这样仇恨就能引开。喂，不是我说，怎么大家都被抓了？被抓又如何，就这笼子我们哥仨也得给他拆了。Nice， 搞定。哎，这下小丑拿我们没办法了吧？再用积分买几个技能。第一个无敌滚动，我对着小丑就是撞，直接给他撞晕。再买一个爆破，一个炸弹给他炸蒙圈。最后再买一个栅栏，我扔。哎，又被打晕了吧？你真烦死了你！嘿，让你平时老抓我们哥仨，兄弟们一起搂他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没血了。兄弟们，马戏团让我们兄弟三人拆了个干干净净，但是还留了一个旋转木马给小丑，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很良心的吧？走走走，拆光撤退。 Nice， 过瘾呐，真是过瘾。给老子闭嘴！这什么情况呀？管理员大大，找我们哥仨这干嘛呢？你们三人业余破坏小丑的马戏团，导致许多蛋仔无法正常游玩逃出惊魂夜，所以蛋仔总部决定对你们三人进行封号处理。啥？哎呦啊，本来惩罚小丑泄个火，结果自己吃恶果。管理员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放过我吧。